我喝足了大米纹儿。妈妈，哎，熊猫干什么？吃饱喝足，我为什么打人呢？你这干啥？你打孩子干什么？吃饱喝足打人玩儿。这是闲大呢，你大晚上要睡觉了，你搁那打他。啊？这是不是闲大了？这是就闲。睡觉了，睡觉，睡觉了。小屁股打。几点了？明天上学呢？睡觉了。睡觉了，睡觉了啊！别闹了，闹弄整兴奋了，明天能上学了，睡不着觉，上不了学了。走了，儿啊，睡觉喽。去自己屋不睡觉，你干啥去啊？我上书房睡啊。上书房睡了。啊，不行，太热了，我现在过去打空调睡。啊，行，去开什么空调？这天这么凉快，你天天。这不行。真热假热？真热，真热。热，这你看那小风嗖嗖。我热呀，我热呀，我真热呀，太热了。开什么空调？死冷呗。不行，身上中暑都黏上了。睡觉。哎呀，门还关上了，我就弄孩子睡觉这么功夫，跑这书房门也关上了，我去看看他在干啥呢？天天热热热，有那么热吗？有那么热吗？这叫热吗？热怎么还盖被呀？啊？怎么看我来还给被掀下来干啥呀？热为什么要盖被呀？为什么看我来给被掀起来呀？盖被、吹空调、吃雪糕，啊？没盖被，热。我看这空调遥控器、多少度？24度。你不睡觉跑过来干嘛？24.5度，吃着雪糕，吹着空调，盖着被。我热。这是真热呢还是假热呢？我直接盖被，我没盖被。干嘛冷啊？没冷，空调关了。没，你关了。这是真热呢还是假热呢？真热。热为什么还盖被呢？是热盖被啊。我刚刚记得明明看你在盖被啊。没。还吃着雪糕，我想吃一口。你别吃，我热，就这么一根了，你还跟我抢，就。啊？你咋事儿啊？怎么？你是真热还是假热？哎呀妈，这空调吹的。我都汗毛孔都不舒服，哎呀！大晚上你不睡觉，你跑这屋干嘛？我馋雪糕了。就剩这一根，别动。你咋这样呢？哎呀，这么凉。哎呀，太凉爽。啊？太凉爽。怎么盖被呀？不盖，我就扇风。热。啊？热。热你盖被干什么？我没盖被，是说你看不见这个。哎呀，这雪糕太凉了，不舒服。哥，上哪啊？我去睡觉啊。哦，我搁这屋睡，你看下空调多凉爽，哎呀，舒服。走吧。哎，太舒服了。今天晚上开窗睡。开窗不行，开窗没有空调凉快。空调吹不好，快走。好，睡。快点来。走啊。我走。哎呀，搁这屋睡。啥？怎么又要盖被呀？没有，我盖布，别凉布，盖布。走呗。哎！你不说你耳朵里边痒吗？我给你掏掏耳朵都。快点！怎么还这？怎么干啥？哎呀妈！你怎么还暴力啊？嗯。